这不重要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应该优先可以优先考虑啊。你要等，你要等几天我能够把病人干好。对，我们有，这个，这个点，我们这个地方，你有哪不讲？这个，把病卖了，我跟你讲，切，这个一百三十五，把病不管他了，好吧？